係商務印章社嘅威文嚇，小姓吳啊嚇。咁就我哋依家介紹一下咧，就係話關於鋼印。鋼印嚟講，我哋有三種，一種咧叫做手鉗鋼印。手鉗鋼印就一般傳統啦，啊有限公司會見得最多啊，六盒一定有添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咁通常嚟講咧就咁樣插落去，啪一聲，跟住就用得噶咯喎。咁嚟講咧，就我哋嘅手鉗咧。就通常有個所謂嘅，就跟同市面上一啲所謂平價貨有啲唔同啦。啊，咁呢度有兩個牙窿，有個牙位，咁就搞掂啦。咁通常要使用方面係點樣咧？我哋就咁樣擺個文件落去，然後用適當嘅力度，因為唔同嘅厚紙嘅厚度都會有唔同喎。一下、兩下、三下，細細力都好。咁咧就起以免個紙會穿啦嚇。咁跟住有個好靚嘅效果啦。好啦，咁我哋平時要講話點樣拆咧，掹翻出嚟就咁樣塞入去，咁就得噶咯喎。跟住擺翻落我哋跟俾你一個膠盒。然後講到啦，學校用嘅大咗或者證書大咗，啊證書大咗嘅好處就係話咧，佢本身個片你都睇到，佢有一定嘅厚度。有一定的厚度咧，佢嘅內容相繼亦都會厚咗嘅，即係深咗。佢可以適應一啲比較厚嘅紙張啦。咁就亦都係佢有個匙羹型嘅鋼光原理。我哋呢只架嚟講，同一般嗰啲黑色嘅所謂上邊有條銀色嘅不鏽鋼架咧，多啲都係假嘢嚟嘅。多啲嚟講，通常係一條山鐵。多啲咁嘅棍咧，經常用嘅話咧，佢反而會斷。而我哋呢只匙羹咧，佢係同嗰個呢個整體咧係原裝。是同一種材料，這個都是不是薄下去的，是原裝一支個，可以承受很大的力量的。啊、就通常鋼印鑿是怎樣使用呢？很多客戶說一下過下去，一下過下去，其實如果你遇到厚的紙，你是辦不通的。第一，你出來效果不好，厚的紙通常的張力很大，你沒有將那個纖維壓散，而夾硬將它篤下去，一是就篤穿紙，一是個效果相當之朦。咁正確個做法姿勢係點樣呢？首先將個紙入入去，然後擺入去啦。壓嘅時候咧，唔好話好大力咁啊！我哋示範一下，一下、兩下、三下、四下。咁你發覺已經有一個好好嘅效果啦，唔使點用力嘅嚇，係啦。咁咧就而鋼印鑿咧，最大嘅好處就係話咧。它跟一般鋼印的不同，鋼印它就靠這個虎口位入，它入只得半寸左右，而鋼印架呢，它可以入了這麼深之外，起碼有兩寸深之外，它輕輕地可以一路捲入去，直至到你啱到個位置才壓，它可以無斷那麼深的。咁變咗嚟講，就適合用證書，而且佢有鋼鋼嘅力量，可以令你壓一啲比較厚嘅紙。如果你用手鉗去壓一啲厚嘅紙，經常壓咧，其實咧就你個虎口位可以去報工傷啦，基本上係真係廢咗武功啦。咁呢啲通常係俾人哋啲有限公司啊，一年就可能揼咗幾張紙啊，臨時臨急可能去律師行啊先至用，先攞出嚟用下咁樣啦嚇。咁就亦都有好多客户，哎呀呢件片咧喺第二間做嘅嘢咧，佢會成件片甩咗出嚟，或者歪咗而壓唔出。呢啲亦都可以歡迎嚟我哋公司度，我哋可以幫你做個維修嘅。咁維修嘅時間亦都會好快。咁嗰、那個有一個適量嘅維修費啦，嚇、啊，咁可以係可以為客户去服務嘅。咁我哋依家講啦，介紹話鋼印機，呢度係電動鋼印機啦。電動鋼印機個嗰個好處就係代替咗人力。如果學校啊或者一啲機構嘅公司，例如政府部門啦、我哋例如財政司司長辦公室啊，或者法院啊，或者甚至乎一啲中文大學啊、港大啊、浸大啊，都係用緊我哋嘅機器嘅。咁我哋嘅牌子就 N 廿啦，基本上都呢幾十年嚟都係風行咗個市場嘅。咁當然亦都有好多最近啲嘅都有啲假冒品出現，佢做到個款係一模一樣，但係個機件唔係嗰回事嚟嘅。可以咁講，三分嘅外形，但係冇到七分嘅機能。咁我哋咧就鋼印機啊，介紹翻。它有一個叫做計數器，計數器來講就是你每壓一張它就會跳，
啊，譬如壓到五十張，佢就會跳一跳嘅。咁呢個嚟講咧，就跳到去五十張咁樣啦。咁呢個係伏位，萬一有 jam 紙，好似影印機 jam 紙咁樣咧，佢就撳翻呢個，佢就會向上彈翻啦。呢個咧就係手動裝置嚇，咁就即係對啱位慢慢先撳入去。咁佢鋼印機嚟講咧，後邊咧有個 sensor 嘅配置嘅。sensor 配置嚟講，呢個咧就係將個計數器清零。例如你壓到100張之後，咁你下一次又再壓100張，你就撳一撳，重新嚟過嚇。咁呢個咧就有個紅外線嘅 sensor。熄咗佢嘅話咧，咁佢個紅外線就發揮唔到作用。你擺張紙入去咧，佢就唔會行嘅。你開翻著佢之後咧，佢擺張紙入去，佢就會行噶咯噃。好啦，咁我哋依家都示範一下啦。而大致上咧，我哋嘅鋼印機都會有個配套鎖匙。咁咧就係熄咗機嚇，咁咧就係開咗機。開咗機開始咧。咁佢會開頭會見到你之前做落，有譬如你之前做咗99張，咁佢呢度都會顯示翻99張嘅。如果你發覺啊，你壓完之後，你第日翻到公司，咦？點解會100張？咁你就要揾翻啦。究竟多咗呢一張係邊個偷壓咗你嘅？會唔會係俾人盜用啊？或者係一啲有啲同事額外壓印多咗文件啊？咁你就可以追查得到嘅，因為呢個數值咧。佢除了做清零清翻做零之外咧，基本上佢唔可能啊99突然間第二日變到100嘅嚇。好啦，鋼印機嚟講，一般擺咗個文件入去之後咧，咁佢你可以喺呢度，如果呢啲比較短嘅字咧，你可以做呢個叫做手動。咁鋼印機嘅力量咧，亦都係好大嘅嚇，輕輕一下佢就可以做到一個好好嘅效果，非常之立體嘅效果出嚟嘅。同一般手用的力量不同。好了，而紙來說呢，我們就會說啊，你這裡後面有一支黃色管的 sensor， 而這支黃色管的 sensor 呢，就是說當我們擺張紙的話，它 detect 到有一定的深度的時候，它就會走的。好了，就但是呢，如果你是個別你說我擺的位置，如果你是最好不要太過近窗門會反光的地方，否則嚟講咧，你令到佢有折射嘅話咧，個紅外線咧亦都會有起到作用嘅。咁若然你有啲客户話我擺張紙喎，想擺定咗先喎，我唔想話張紙碰到個 sensor 咧，咁就俾佢喐到喎。咁啊或者即刻壓落去，我覺得開頭未用得慣，覺得我有心裏邊有啲驚喎，唔緊要嘅，我哋後邊可以熄咗個 sensor 佢。咁熄個 sensor 擺張紙落去咧，就唔會再喐啦。咁我哋去到要壓嘅位置，跟住先至。非常之好嘅，咁啊佢好處咧就係話，你就咁碰一下咧，佢係唔會落去嘅，呢個係安全掣嚟嘅，亦都話到啲平價貨係冇呢樣嘢嘅，咁佢必須係要壓定有2秒以上，跟住佢先會落機嘅嚇。整體個機電個裝置亦都非常之安全同穩妥，啲基本上個機齡嚟講咧，一般嚟講，就算你用10年8載咧，都係閒閒地嘅嚇，咁亦都係可以咁講，一啲假冒嘅係。冇咁嘅能耐嘅，咁一般嚟講咧，鎖匙嚟講，我哋會根基配有2支嚇，咁就日後嚟講咧，客户嚟講就好好地保護住咯。如果唔係咧，我哋日後譬如你唔見到鎖匙嘅話咧，2支都唔見咗嘅話咧，咁我哋就你就要需要換鎖，呢個係為咗保安理由嘅，就我哋就唔會再配到鎖匙出嚟嘅嚇。咁使用上嚟講亦都好簡單，我哋3種鋼印嘅產品嚟講咧，隨時都可以為你哋服務嘅。有啲乜嘢可以隨時同我聯絡，我電話係6803763，我哋係商務印章社，多謝。